起赚钱上班就像作战，股市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破万，促成台湾保证法案，有担当有手腕，又果断主角朱温全力守护卤肉饭，提升 GDP 争取 CPTPP 轻一气，打击假消息从赖到 PTT 尽力拼，冲出台湾冲第一拿出魄力，观光新高事业率新低新南向飞出国际，农产品狂销国外破史上最高纪录，社会住宅承诺该八年内200,000户，主权够在面对强权不会屈服，宣扬巫统的恐怖分子就直接强制驱逐，我们就算被抹到黑依然走到飞，不论多少累多憔悴都要为人民做到位，已经摆脱 22K， 我知道你还是好累，但你一定会有感觉到今年降低缴税。要大家都说政府捡到枪，认真做事而不是为了选票箱，来自街头跟着自由民主茁壮， Study from the bottom Study on the ground， 台湾队长，我是台湾队长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那你也是台湾队长，我是台湾队长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那你也是台湾队长，开口只会说真话，受伤走上第一线，公务员都 turn up， 防疫人员不停的加班，为了要守护台湾的平民，军事官兵的坚守岗位，认真的负责的执行军力，社工助人专业优秀，农民外销大有收获，刑责加重，让斗殴的人都说 no， 台上现金回流5000亿， we got the dough flow， 就连上脱口秀都比主持人还幽默，警察一出马，歹徒们 put your hands up， 打工族有保障，时薪连续3年优化，坚持只做对的事情，不管压力有多大，就算吃力不讨好，我们用成绩说话，要把预算花在刀口上，未来能看到走向，用饶舌做施政报告，大家都说教我唱，长照补贴、租补贴、农业补贴、养小孩补贴，为心中民众行动努力不懈，大家都说政府捡到枪，认真做事而不是为了选票箱，来自街头跟着自由民主茁壮， Study from the bottom Study on the ground， 台湾队长，我是台湾队长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，那你也是台湾队长，我是台湾队长，只要是人民的事那就是我的事，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。